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它这个中医院3号楼的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的接触消毒池出口的总日是15.9毫克每升，哎，也就是说它是符合国家的这个6.5至10毫克每升这个要求的，但是呢，那加的消毒剂量稍微大了一点，到时候我们检查的，到时候我们会跟他讲，让他稍微把这个量稍微再调小一点，它这个说明它这个消毒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根据这个刚才监测的监测结果，我们刚才查到它的运行记录，发现它这个昨天呢，由于这个废水产生量啊比较小，所以造成这个投药的浓度比较高。我们将根据这个要求吧，要求这个医院的这个污水处理厂适当的降低这个投药量，使这个余氯的值啊降低下来。 测这个水里面的那个溶剂量，水温现在这个溶剂量有10.3，这达到了符合国家这个爱氯水体的要求的。 这个测的就是地表水中的异粒子表面活性剂，它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异粒子表面活性剂的含量的测定来表征我们地表水就是受生活洗涤剂的影响。 根据这个监测和我们巡查的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避免造成这个二次污染，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